诸位法师，真济啊，真济！请大家甲做伙归三宝啊！下礼尊念五地主妙音。是将今日乃至明尊，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二欲中尊，皈依精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尊念五地主妙音，是将今日乃至明尊。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二欲中尊，皈依精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尊念五地主妙音，是将今日乃至明尊，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地狱中尊，皈依精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304页最后一行啊，倒算啊第二行最后一句看起，为说文顶架。有利益，一如来名顶格，你一生无注意，这是拢嘛称顶格。头前咱学到这地，咱刷落来看念落的注解，有时。注经家有此经文，也有两说。以为是自顶格为菩萨，有十方示现不上成道，示现不上成道这代志。真侪人拢会实现，执心心愿就会当实现，十罪圆满，十行的圆满，十回向的圆满，因拢有能力实现。啊，伫什么条件下面才会实现呢？唔随家己的意思。这主要是怎样？初住这是原告，初住以上，你已经修到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你安怎会实现不上升道呢？
也不上升都是安那实现呢？众生心啊，随众生心应所地量，众生希望看到佛，伊就现不上升都。这是一个地区，众生真多，缘拢成熟了。如果一个两个人用化心，伊不用应心，应心呢、啊，一定是即地真侪人缘成熟咯。也系时限来投胎，修道。都是一种的榜样啊！佛教来对啊，称为啊表法，把上升道来表法。也一般上最的状况呢，是顶级菩萨。真像咱这世界，现在这位顶格菩萨，就是一生不处，是弥勒菩萨。弥勒菩萨会当实现，不上升道。啊，这个世尊的弥勒菩萨下生经来对。讲啊，真清楚，将来永下三辉，道生无量，在释迦牟尼这个阶段，而佛也无成就，真侪人将来的弥勒佛下生的时阵，因会成就。你迄阵成就，所以啊，伊会实现。另外一种阻碍高佛，这种情形真多，已经成佛了，拄着缘，嘛拄着这种缘，应顺众生，亲像观世音菩萨啊，破门啊，实现，观音菩萨九万劫已经成佛了。伊就属于这类嘅，佛佛从故向因，实现啊不相，这是成佛了后的力量啊。总之，大家妙用不可思议。啊，如果咱细心。历代圣经内面，去阅读，你就会看到真多实现不上升道的，像释迦牟尼佛三千年前在印度所实现的，这真普遍啦。因此，这个后面做的总结，总之，大家妙用不可思议啊！啊，咱不必有处理者攻击一说，无这个必要啊！不妨并存，这两种情形定下定有的啊，真普遍啊！盖因菩萨众多，境界不一呀。十信为十信为圆满，这是讲完教。十信圆满，就证到初住。初住菩萨都有能力，
四现八相成道。换一句讲，是报道内面41位发生大事，拢有这个能力。何况成佛了后，诸佛菩萨离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内面，看到有缘众生，用伊佛心度化了。伊就现不上成道，自自然然呢。啊，咱阁看下面的第二段，纪律、自性。观点分配，这是甲八相成道。伫即地，互咱搁再温习一遍，拢总是表法的，非常值得咱学习。第一段，八相成道分作八段。小段第一段下生对道士天下生，你看下道士英文上就三字尔。那顶一段尾后，你复发中究竟彼岸，这个尾后两句再赞大师。只是的，也经文以及下文两段，即再赞菩萨，普无十方，示现八相成道之殊胜观德，即拢是正卡方便度化众生啊。那经文下道士降王宫气味出家苦行学道表不上行道，但气味不一凡有无定详细个分呢，真解惑，这是啊，日本正宗的祖师，伊啊，把这五种拢讲出来。第一个，如《华严显修品》《有起信论》，你看，伫个十信满位，示现不相。佛菩萨慈悲啊，用伊什么心得度呢？啊，伊就现什么心？绝对无家己的意思，完全是众生。众生是安怎想，佛都应，感应多高，不可思议啊！十信心满以后，伊无想咯，伊不起心不动念咯，凡夫起心动念，有的叫做内凡，自性法界叫做外凡，那六道出六道以后，是法界里面的声闻。因果菩萨佛，这个四法界拢叫外凡。佛为什么也叫外凡呢？是法界里面的佛，伊无修圆满，也是用第八识，
用第八识，这就是凡夫。完全呐、啊，转八识先速地，这叫做成佛。伊啊，都唔是十信位，伊啊是初住，完高初住，完高初住，就是中国禅宗所讲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伊见性咯。那伊甲无始无明的烦恼放下咯，要是讲断去咯，真正的圣人啊，不是凡夫啊。啊，所以伫个十法界内面，甲伊有缘的众生，来求度脱，伊就有能力。现佛心，只要有缘的人进来求佛来度我，伊就现佛；有菩萨来度，伊就现菩萨。啊，求罗汉来度伊呢，伊就现罗汉。总是随众生心嘛，应所地量，啊，随心应量。这是啊，显卡方便到极处了。啊，下面古者呢，检查经、检查善恶业报经，下面讲四种做佛。第一种呢，就是信满做佛。就是起信论，华严经延修品里面所讲的，这是信满，你就会实现信满，就离开十法界，就去到一真法界了。到一真法界，地位上低。初住菩萨啦，啊，第二种《如来集经》中观顶住菩萨，这十住啊，十住完位，令无无佛世界自现不相。啊，这个世界众生。言行色咯，啊，菩萨有言，这个信息菩萨知影咯，祖祖连连到这里来，四现八相成道，啊，检察经第二。第二啊，该满做佛东子，这是啊第二种。你看头前心满、盖满、心盖行净，啊，这是佛教化众生。四个阶段，第一个每一个阶段，伊那难讲毕业咯。拢有啊，这个能力，有这种的机缘来实现，把上升到。第三种《明王经》菩萨教化品，明初地不相，初地菩萨检察经第三，净满作佛，
冬至。第四呢，日如来地德不思议经，名究竟地。究竟地就是顶格，把上实现。将这经地是一切功德永远成佛当止。第五呢，华严不思议品，诸佛念念出生地啊，出名佛后的地，出生不上实现。这是过后已经成佛了，如这这缘马会啊实现。头前四种因中实现，因为菩萨位啊，伊无成佛。第五种是成佛了后啊，起的这个业用啊。啊，由此知影，把上升到是佛是非常普遍的。啊，咱业障重，习气太深，障碍着见性。如果见性的菩萨有能力，伊的天眼会看到十方诸佛刹土，看到这菩萨因啊，伊先较方便教化众生。实现不上啊，成道啊，太罪太罪了。只要众生有这个念头，菩萨啦都应。诸经所明，华严不思议品里面啊所讲的，六义诸师都是第四宝处作佛，这是讲经的这法师。那因呢，多半啊。是讲把上升到宝处菩萨，像将来弥勒菩萨来到这世间来，嘛是把上升到。释迦牟尼佛三千年前来到地球上啊，来实现做佛，嘛是安尼生啊。啊，六义金刚，咱啊，根据文章。就是无量寿经顶面的讲法，初中无所属，无像头前所讲的无所属，净中无所属。为什么？你咪到卡方便回向所作过啊？因果强不可思议，要讲论字，勉强来讲，勉强讲，或者是啊，应该伫第五，也就是佛后之中，这是本经里面所讲的。由上可见，实现不上升道之人，该为有我。一般只知影无处成佛所现，
这是啊，佛的经上讲上多，啊，实际上至少亲像头前啊所讲的这五大类，真解这偏重为佛奥啊，种种的讲法啊，拢是真的，唔是假啊。所以讲，五位不妨皆有，通中有。啊，种种的讲法拢是有道理的啊，袂当讲多一个对，多一个唔对，拢总拢嘛对。啊，确实，有这个事情发生。法隆寺诸佛菩萨善卡方便应顺众生啊，这段经文内底最重要意思讲出了这五种，就是讲来顺众生，唔是顺菩萨，唔是顺诸佛，诸佛菩萨无起心动念。啊，这点一定要知影。那我诸佛菩萨起心动念，啊，伊退转了。佛那起心动念，就退转到菩萨；菩萨起心动念，就退转到凡夫啊。无这道理啊，永远未退转的。所以做种种实现是众生的意思，众生想什么伊就实现什么啊。发华经啊，破门品里面的三十二应，啊，《华严经》现在同住五十三参，那五十三位善知识，拢是佛菩萨的化身啊。佛来实现呢，是过后；菩萨来实现呢，是在因为顶面实现，因果拢不可思议啊。啊，所以咱读到这些经文，唔通怀疑。哎、啊，看古代的个注解，古代的唔管伊按怎注法，讲个拢是正确。无讲错啊，咱未怀疑啊，完全相信。诶，信求奉行，咱有福啊！啊，所以伫即地咧，你要即句诶，总结，该十方来回之菩萨无量无边，以该位无边定中。也不该有差别，内面有十心菩萨，有十诸菩萨，有十行菩萨，有十回向菩萨，有十地菩萨，也有诸佛如来，以菩萨的身分来应化。这是啊，事实真相，咱拢爱知影。啊，这段最重要的意义，咱来体会到，甲咱启示
是兴顺众生，随喜功德。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已做到了。什么众生拢是随喜，平等的随喜，平等的对待，和睦相处啊。呀，一辈子你也是学到了，你啊是世间大福德的人。为什么你用平等心，也心量拓开了，真正是心包太虚，两周三界。你所修行的，跟普贤菩萨相应。那无论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拢是普贤行。咱那爱样用，会记哩这八字，对人、对事、对物，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六要佛法行，唯有精湛精。多一种精，才会赞叹别个精呢？平等对待，和睦相处，自然赞叹啊。用在家庭，就家和万事兴。家庭爱平等，平等要对到的平等，不是对相相，相相有差别，正相无差别，思想有差别，理想无差别啦。这个道理爱知影。做父母的，有做父母的义务。爱主，爱护啊。有养育的责任，养是家己饲大汉，育是教育，家己教的好。啊，儿女有儿女的责任，义务爱孝顺，爱顺从，唔通违逆。这五伦十义啊，义就是义务，必须得爱做到。又不上升到基本书七下，为者诸佛之现升到之通道，通是普通，通用这个方法，为世间人表法。但诸经论以开下不同，所说亦异，不上升道。但在经典上有看到七相，有九相的，有十相的，到底有偌济相呢？这地也都有开下咯。有一寡一个相分成两个，因为有两个相分合作一个，所以呢，无论是安怎讲，咱现在啊是即地讲不相，经论是遮多，有种种的说法，但是讲不相，讲个比较较多，咱那就猜出啊不相。
过来看北上之中呢，太阳也不尽动。啊，拢必须都爱知影，为什么有这种情形呢？世尊当时说法的时阵，因人无同，因时因地因事，随机说法了。听众欢喜呀，那听的人伊听有。哎呀，按我这个教法目的就达到了。啊，讲经的所在是无同，听众也无同款，所以总爱啊应机。啊，这个应机是以人听众为主啊，是的处事。这个条件拢总爱固着，啊，说法这个帮助听众开悟，好未开悟，自然对离苦得乐了。咱看下面，大乘起信论内底所讲的不相，第一个对道是天下下生，第二个立胎，第三个啊主胎，第四个出胎。第五个出家，第六成道，第七转法轮，第八入涅槃。起信论顶面讲的，但是四教义内底讲的，都无同咯。四教义第一个，对道是天。下生，第二个脱胎，第三个出生，第四个出家，第五个降魔，第六成道，第七转法轮，第八涅槃，这两个对照呢？就知影讲四教义是开，起信论内面成道为行魔，有成道两个合起来，啊，成道就是行魔啊。合起信论内面的立胎、甲主胎，用一个脱胎、投胎。啊，起信论内底讲两个立胎、立胎主胎，各见的两者只是开合无同，内容都无差别。加上大师以四教义化为一之不相，心合有，因此为一本。所以念佛的采纳啊，这个为一本来对。连公大师才立，王念祖的注解，对伊加上说，
经中下道是是第一上，降王经是第二甲第三两上。就是入胎甲主胎，智慧出家，苦行学道是第四相，贪好魔怨是第五相，成罪正觉是第六相，第成佛啦。请转法轮，常以法音各诸世间。由以下诸句是第七相，下段文中之无处中下离现灭多是第八相，这是根据阿雄大师，伊是以自教义。化为一本，就是空间开一本，这个公法呢，然后拆除了下面介绍下道士这第一项对道士天降生，道士是梵语音译的，或者翻作道士、道士多。梵文呢是一个名字，翻译的人，译音无同。所以讲，译音有义。伊个意思呢，道是什么意思？拿着意思来翻，翻作鸟叫、鸡叫、鸡叫。意思就是咱伫咧讲呀，满足。地足，地足的上落啊！通常用地足啊，用较侪。即内底表法的意思真深，地足都无求咯。中国古人所讲的，古人。无精，无色，无求。这两句话用在道士天，完全相应。道士天人，无人无精，无色无求。这个意思必须要有这种条件，才会让实现。成佛啦！咱也个不知足啊，也有求有色，要有精有灵，甲人爱在竞争，这就袂当成佛咯。这个都无资格成佛啦。所以啊，不处菩萨，为甚物住道士天？说明伊知足咯，了解意思啊。真正知足了。菩萨到知足，所以有妙足、喜足。妙先卡方便，神通妙用，
人中鼓叫，喜也是欢喜。弥勒菩萨给咱实现呢，欢喜。啊，伫中国，咱做弥勒菩萨像，是布袋和尚。真有这个人啊，有这个代志啊。伊也是伫宋朝、南宋、古种的时代出现伫浙江奉化。啊，伊姓什么呀？名字什么？姓并无详细这个啊记载，古经段的有伊。有啊，布袋和尚，唔知是对什么所在来？伫奉化一带，带着布袋，常常出去化缘，有人甲伊供养呀，就放喺布袋内底啊。布袋关起就走咯，所以甲称作啊布袋和尚。也名讳无传，只传出布袋和尚。哎呀，临终的时阵，嘛非常的潇洒。啊，临终甲大家讲，伊是弥勒菩萨的化身。讲完了，伊真正就走去了。这也是会当相信啊。讲伊是什么人再来，讲了还唔走，那是假的，唔是真的。那讲讲了，就是新婚不落，阿伊就会走去，这是真的。无人知影伊啊，伊家己宣布伊啊是弥勒菩萨。啊，以后中国人说弥勒菩萨的受业相。康熙这个相甲弥勒这个名号相应，为什么第一足上乐啊？上心欢喜心，八道大的包容，就这个意思啊。心包太虚，两袖三界，无一项未当包容的啊。中国人给伊个塑像，伫个山门门口，面对着山门，伊也是护法，四天王，俗称是四大金刚，该佛在伫天龙殿中央啊，来表法的，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大度量。会当包容，相信欢喜心，你才会当入佛门啊！甲伊啊代表入佛门，必须具备的第一条件。好啊！什么人会学佛？心性清净恭敬，确实。无分别，无执着，哎呀，包容，佛法包容一切法，佛法来对，切无敌对啊，切无啊，你们都抛弃了，敌对的是什么呢？就偏见，两边啊，对于那边两边无了，明定心啊，现见啊，有相对都无明定，无相对啊，那偏见是两边，善恶是两边。
辖境是两边，指挥是两边，两边无路。代表中都啊，这是咱爱学的，所以进入佛寺的这个啊山门，第一个看到是弥勒菩萨，伊就是教你心平定心，成就伊的相。佛门弟子，住宿他人接物，心爱公平，相貌爱慈悲，满面笑容，应顺众生随喜功德。啊，你的实现这个相，你是真正佛弟子，我小大众看到，对佛赞叹啊。佛的弟子好啊，袂甲人啊计较，不见世间过。对于别人拢会欢喜赞叹，温恶扬善，无人袂欢喜的啊。这是道士的意思。道士是心平定心，对道士天下降，下降来创什么呢？来到这世间教化众生啊，这个世间甲佛的缘啊，生息咯。啊，大家拢嘛希望讲有佛来教化伊，所以菩萨现佛的身份。来上圣道，来教化众生。啊，所以道士是欲界中第四天，乃伊啊，现在啊是啊，现是现在，明日大师的净土。我伊呢，即位天将欲乐之处。道是天，是反省同基督。圣灵是阿弥勒菩萨，但伊道场叫做雷音。雷音外是啊，道是天灵所居处的所在，一个修大福报啊，还佫修定。那是讲只有福无定，未当去到这所在。只有福报无定功，是四往天都离天。你将来就是啊，生在这所在。如果有定功，就会当讲向上提哦，也摩天，高是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啊，这来对的定功一站比一站较悬。欲无断啊，如气气呢？欲望是如波啊。哪讲是欲断咯？伊就未生欲界啊，伊到色界去咯。啊，欲界有六层天，伊是第四层。啊，欲界是有乐的享受。第四天呢，比第二天未当比啊。第二天是道理天。安能这世间人，一般讲天，
拢是讲道理天，天上快乐，人间啊真痛苦，大家拢希望将来生到天堂。这个天堂就是诸王天堂，甲道理天堂。这是最普遍的呀，那比道理天更加快乐的，阎摩天；比阎摩天更加快乐的，道是天。一层比一层啊，殊胜，修大福报，也得修禅定。这个禅定还未修成功。个弥陀经，如果禅定修成功了，伊也都到世界去了。住禅八定，伊都爱修到初禅，伊都到初禅天去了。伊未伫欲界，福报大，寿命长。六道内面寿命上界长的，是非常非非常处天。寿命偌长呢？八万大劫。八万大劫安怎讲呢？这个云何系？行住怀空八万处啊！有这么长的寿命，这个云何系若是派去了空，那要安怎？伊去他方世界啊！一切诸佛刹土内面有六道的所在，有无色界所在，伊去遐去啊！等到这世界成就了后，伊佫转来了。好无，咱啊，现在知影个唔好啊？为什么唔好？未当出轮回啊？这个无究竟啦、啊！究竟法呢？究竟法来对最究竟，究竟法来对啊，最微妙的，西方极乐世界。天是乐啊，唔通去啊！八万大劫的寿命，有到头的时阵啊，寿命若到顶头无了，就向下啊坠落咯。比较悬石较重啊，所以必须爱知影。咱伫这一生当中，拄着无量寿经，拄着净土法门，净愿之名，往生净土，一定都要甲把握着。两道轮回内面的好事，三善道甲极乐世界。用基础来比呢，差太远太远了。所以要下定决心，真心无怀疑，真愿，这个啊，世出世间一切拢中放下，一心之明。念念不舍，即句佛号，咱甲佛对相应。将来下寿命决定往生，那往生爱学，爱显法师，
爱学海贤法师。海贤法师的妈妈无破病啊，就走了，无一点仔痛苦。这是真的啊！为什么伊会行到这样自在？因为佛号一讲到暗，无离开嘴的。哎，都做会到啊！所以，甲明妙行菩萨困难啊，兼讲一句话，加念一声佛啦。无必要讲的话，也都莫讲。甲讲话时间改做念佛，安尼就对了。甲明妙行菩萨有一本书《西方觉寂》，人伊在世修行，当参道友八个人，小道场一点都未杂，做伙来修行，八个人大家拢往生，拢都成就。所以道场啊，无需要大，大道场真好成就人啊。来佛寺是个小道场，无人去啊。所以啊，这内底修行好，无人去交叉，无人跟你讲话啊。内面住着三个、四个人，拢是念佛的。无讲话啊，开嘴合嘴拢嘛是阿弥陀佛。这是正宗道场啊，这就是念佛的道场。人数无需要多，大家来这道场来，就是一个目标，求生净土。往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啊，无第二念头。啊，各明菩萨八个人，志同道合，定有功。八个人集体闭关，啊，外面的外缘断绝，未受外面的影响，未受外面境界干扰，用清净心、真诚心、恭敬心念佛。连课程都不免，这顶都是啊，一句啊，佛号，家咧念会用呢，坐咧念也用，行咧念也用呢。无其他用话，一句佛号。像来回时同款呢，一句好好。然后先早起三点就起床，上香拜佛、困佛，忝就休困，去梦床稍体一下。休困好了后，刷了就去念佛啦。你看念佛啦、困佛啦、拜佛啦。
伊一个小道场的内底，啥人拢未放来，啥人认真咧做啊？效果呢，那就是风生自在。阿弥陀佛来接你，有仙都会通知你。你知什么时候要去了？真正的自在啊！啊，咱搁刷了看下面，好妖精，刷发门品。这内底有一段经文：一道是天，有大天宫，名曰古董，共长2560里。菩萨上座，为诸天林普现经典，好有经来对。释尊甲咱介绍，都是雷音，雷音有天宫，称为古董。这个天宫真大，共长2560里，共长那都是一个方形呢，每一边是2560里。菩萨上座，这就是弥勒菩萨啦。这在这个大殿内底，为诸天灵恭敬说法。佛地论第五卷内底也有一段记载啊，伊讲。多数多天，后心菩萨无量教化。多数多天都是道士天，有心菩萨，菩萨最后心，伊也阁向上一个提升，就成佛了。菩萨的这地是最后心。那伊离开道士天，伊他方世界去做佛去了，实现不上升道，后心菩萨就以成宝处菩萨，诸世界各显微三世之宝处大师，该将诸天降生。后面的这几句是念到跟咱说明的，亲像弥勒菩萨，伊即卖伫个道士天，伊也都是一心保持菩萨。宋朝时阵，也伫中国变咧上。是出家人的相，不得黑相。那现的是比丘心，一生有华，故无定所。教化众生。用人慈博爱，
用欢喜心弘传佛法，念老啊，甲咱讲，咱这个世界都是娑婆世界，过去、现在、未来，啊，这三个阶段内底拢有佛菩萨伫世间示现，教化众生。宝处大师，像弥勒菩萨这种身份的人，拢是对老师天降生的。呀，下面的这段，咱看第二段，老师天下降，出生，出生伫倒位？在皇宫，为什么出生在皇宫？是为着表范，世间人争名夺利，江湖的人，你名利是现成的。你若无出家，伊继承王位，伊是国王啊，贵为天子，不有四海。伊会甲即个下调，把人要争取，伊现成啊，伊要放下。这表示什么意思呢？国王、仁王、民族的国王、圣王、中国人讲国姓先王，专心。专一为人民服务，这个功德太大了。敢要比这功德更加大呢？有下去呀、王位。下去用顶富的生活，去出家修行，成佛、成菩萨、成阿罗汉，这个人因的功德超过国王啊！啊，用什么来积功？累定呢？一万年放下，无人无争，无色无求，三义一拔，一生用来教化众生。教学的功德超过做国王啊！啊，在中国有一个代表，你看孔子，看孟子，因为一生教学，哇，在帝王死了后啊，啥人会知影？啊，孔夫子、孟夫子，啥人唔知呢？
讲起啊，这两位啊，真正是这个大教育家，这两位老师，啥人未尊敬？啥人未仰慕呢？啥人未赞叹？伊的教学影响到今仔日2500多年，影响到全世界。啊，历代都一个帝王会当甲伊比呢？你若想通了，你就会明了为什么伊会甲王位下去呢？伊去出家。你就想通了，然后哪个真正想通想明白，你出家修行正果，你若想讲用王位来教化众生呢，来治理国家做些好榜样，去天顶去了天王啊。老师天有天王，化禄天有天王，大自在天有天王，祖先天有天王，大梵天王，数天天摩诃修罗天王，啊，这些人都看缘分啦、啊。有这个必要，伊就实现。因为天龙心，你得多加，即现天龙心，你为说法。诸佛菩萨的这个世间，中国人讲了360行。现在这世间的行业不止啊，行行内底拢嘛有啊，佛菩萨在其中。啊，所以这个社会才有安全呐、啊。啊，佛菩萨哪会伫个其中呢？那有啊，众生想要学，众生啊有感，众生若无想要学，佛就未来应。哎，怎样？佛菩萨无起心动念。佛菩萨有真正爱心，这个爱心叫做慈悲，慈悲嘛无起心动念，起心动念是凡夫，不起心不动念就是法心菩萨。阿难为当唔知影呀？佛菩萨所以会让人尊敬佩服，但到极处呢，就是啊，伊无家己，完全啊为众生，而且会兴顺众生，这点非常难得。在顺众生内面，以善卡方便，帮助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真实的教诲啊！
啊，咱看到海贤老和尚，伊讲伊迄个小庙，这样是苦，真的是报，真的是报是真的啊。这还是苦，不是真的啊。因家己种粮食，家己种青菜、种果子，拢嘛是上好的啊。为什么？啊，伊无农药、无化肥、无污染。所以啊，这也是啊上好的啊。快乐无比啊。像伊这九十二年，生活在叫做世界啊，物质生活各项欠缺。但是精神生活，无人会当啊，甲伊来比。伊无烦恼，伊无忧虑，伊无牵挂，伊的心内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以外，什么都无。你得想着讲，伊是偌快乐个。啊，这个乐是自然的啊，嘛是每一个人拢有的。问题就是讲，你无把你的乐找出来，你要受苦受难，这个过错啊，是伫你家己啊，唔是别人啊，别人无别人去干涉你啊。啊！你看伊啊，一个人偌自在。啊！你讲我嘛想要修行，无人强要安怎？无需要，家己劳作啊！你家己这个方法，一间小庙，我的人啊，共修，只要五宝地。中国五宝地，人就无多，家己劳作，生活都无问题了。啊，海贤，甲咱实现一个呀，啊，生财之道无困难。一个小的行业会维持家己的生活，无求发财，这个真重要啊！任何一个行业，拢会保着你的基本生活。佛菩萨不比你啊！你是一个好人，鬼神拢对你恭敬啊！啊，海贤老和尚身体真好，阿弥陀加持啊！佛法伽蓝加持，啊，精神好，体力好，又搁肯打拼，伊也开垦，十几片地，总共面积100多亩。
这一般人做未到的，一百外亩，一个粮食、青菜啊、果子，非常可观啦。伊无提去卖啊，救济贫苦，庄卡有真侪人较侪去咯，伊那出去拍工。出来老的是老人啊，有当时老人连家拢无，伊穷用啊。接受伊的布施，穷用的啊，几千上万人啊。也甘未快乐呢？快乐无比啊！啊！伊完全用伊行动实现信教啊！一生毋捌批评过任何一个人，无讲即个人好，迄、那个人歹，只讲人好，无讲人歹啊。啊！别人真正犯着过错，又先靠方便，来扭转过来。方法拢非常高明啊！那是智慧流露，欢喜充满。这款日子过得真快乐啊！哎，真正放落来，你就快乐咯。放袂落，拢嘛是烦恼。放下，甲烦恼放下，忧虑放下，牵挂放下，拢总甲放下，只剩一句阿弥陀佛。哪个袂快乐呢？这是极乐世界生活。佛可以表法，最后这个法特别明显，拢是帮助净宗解决疑难，净宗的最近是十几二十年遇到困难，真侪人批评夏令基老基师的这个回一本啊，唔准流通，批评两座老基师的大经界。无量寿经的注解，也讲咱依据伊的一本，这个注解修行错路，讲的人真多啊，讲的时间长啊，所以啊，真多，原来拢依回一本修行的人，拢改了，拢甲回一本放弃了。念落的注解也唔读咯，唔看咯，这个问题严重啊！啊，我无受影响啊，为什么呢？我相信我的老师，我的老师。同宗同教，怜悯万容。我对于十年啊，我亲眼看到，
夏令公这回日本，是伊亲手破坏啊。啊，我那是放弃了，该有别项。我的罪名真正成立了，背书叛道啊！那背书叛道，佮不孝顺父母，这是最重的罪孽。所以我伫迄时阵啊，我常常咧讲，全世界人拢反对，我也是逐天咧学日本啊。为什么老师好坏啊？我相信我的老师，我永远都未改变。那无论压力有偌大，我做诽谤，我会当忍受啊。就忍辱婆罗蜜，我每天也是在读这部经，讲这部经，以这部经修行，求生净土，我无丝毫怀疑啊。啊，所以海贤老和尚这个表法。啊，真正做的人信心增长了。回日本呢，是佛教被梵文翻作中文的啊。翻译当中有真多汇集。那时候不是叫汇集，叫合经。几种合作集呢，都是汇集。汇集的经典真多啊！四十二种经最初翻译的都是汇集，也不是释迦牟尼佛讲的，释迦牟尼所说的经典，这六、这要的，就亲像《观世音要》同款的。哎，都是汇集的啊！汇集物件太多太多了，哪会讲啊？未当汇集呢？哪有这个道理啊？啊，《金刚经》这部书来对，梵祖的问答解释个非常清楚。老和尚提着这本书做最后表法啦，经典或者本是真经，念作老居士集注是啊正确的注解，拢是佛菩萨祖师大德所讲的话，无讲错啊。那依照这本呢，依照这注解来修行。一点啊，故事都拢无啊，是正确的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大道，幸福的捷径啊，断疑生信，无量啊功德啊。老和尚用九十二年啊，一句佛号成就，让人做保证啊。坚定咱的信心、愿心，哦，咱伫这个时代。发菩提心，就是发
求生啊，救世界，亲近阿弥陀佛的心，一向专念，这个方向，这个目标，这个方向西方极乐世界，这个目标亲近阿弥陀佛，其他拢总未甲放在心内。念佛来分秒啊，必精。我有一秒钟的时间，我念一句佛号，难会白过去。安尼就对了。咱安尼做法，修学，你得去阿莲基老基师。十年的汇集，对得起黄念祖老居士。五年住在东边，跟咱汇集成一部注解，做得太好了。他着伊的注解，一路完全拢消失了。正信眼前。所以我的晚年华严我华灵严拢总放下一心一意所有的时间拢用在无量寿经拢用在念落的这个集注顶面那我提倡的是一部经一个注解一句佛号无上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咱成功咯这是来感恩的啊、我对于过去对这个法门有意识的人，有批评的人，甚至讲有诽谤的人，我拢会生感恩的心。为什么呢？那是无这款的严重障碍。那会当感应到阿弥陀佛交代海贤老和尚甲咱表法，增长咱的信心呢？你对安尼一看，一去啊，这十几二十年，这代志好事啊，唔是歹事啊，那咱来感恩啊。无这些重担，就无佛菩萨的表法了。那两边拢感恩，啊，咱心内无丝毫的怨恨，啊，只有感恩，只有认真学习。那一个是对正面教咱，一个是对反面来教咱的。反正两面拢是正常言，拢是帮助咱提升，互咱伫这一生当中圆满成就。啊，对于这个世间法。无丝毫贪恋，若是讲受种种的苦难，无怨恨，如者讲咯，那无怨恨，有感恩，啊，那种算是一关一关拢
通解了。那随顺诸佛，那么随顺众生，相随佛学，但随顺诸佛，应顺众生。众生无论用什么心态，用什么手段，咱拢会当忍受啊，拢会感谢伊伫咧考试，严峻的考试。咱关关通过，无限的欢喜呀！咱的境界，当你拢向上提升，那无这个挫折呢，免来当提升起来呢？所以有同学看到咱这个小佛堂，供养这个完清祭祖的众生百位，为什么供养伊呢？感恩啊！善心护法。咱应做是善言、尊敬对咱无了解、有误会，在同参道友，可能这座真正做诶障碍，是咱咧甲咱考验，是用业境不善的言，那是帮助咱提升啊。但有处知影讲，中国古人讲啊真好啊，应有不得，反求诸己。外面境界是无故事啊，咱来会晓用顺境好，逆境嘛好，善缘好，恶缘嘛好，拢是咧帮助咱提升的啊。对咱拢嘛是有缘的人，拢是有恩德的人。咱那个家己修好的功德，回向好因啦，就好因消灾免难，就好因健康。长寿，更加重要的祝福因，你的福德加持，会当回归自性，明心见性。变成佛门的大善知识、真善知识，来救度一切苦难众生。在今时今处，咱这地球上，真正帮助众生一生成就，只有这个法门，只有这部经典。希望大家努力，咱用英文甲经内底所讲的理论，变作家己的思想，教会呢变作咱的生活行为。经典的奥义，咱才会体会到啊。真正得到受用，降龙宫，降生王宫，宁夏富贵，是中含了第二相机脱胎。
我第三相是出生，包含伫这个内面，甲红中内面。那本书释迦牟尼佛的脱胎，有因果经文，有时摩耶夫林，有明悟之者，辩菩萨性六牙白象腾空而来，将油摄入，身现无畏，如出琉璃。这是佛经上的话。啊，释迦牟尼佛，以保持菩萨的身份，对道士天下降，降生到摩耶夫林的红宫，净饭大王，伊老爸。摩耶夫林也老母，那摩耶夫林伊知影无？知影，有随相，伊也看到菩萨，这人个白象对空中来，对个游侠。入胎，那心呢？会好，把人看到，这拢嘛是心通自现啦。只有出生呢，这是入胎；出生呢，正如《涅槃经》里面所讲的。将母摩耶而生，成以即周行七波，哎呀，出世，乃至自为上下至十方，啊，四方。四维上下十方，净阿所来对讲，五十方各行七波，示现丈夫分身之力。五十方独出无为，由为的本来对讲，将由协生。那伊入胎是对有协力，出生是对有协生。这下破来对嘛，安尼讲的呀、啊。菩萨渐渐对有协出啦，出生的时阵，福音是伫林园的内面，摩耶夫人正手按着一个树枝，好对游侠出来。啊，释迦婆来对嘛有即款的记载，菩萨渐渐对游侠出。啊，亲像在经典上的记载，现在一般人未当相信。啊，那么用什么款心态来看呢？世间不可思议的代志真多。
咱袂当理解啊，袂当用科学解释诶代志，无量无边啊。科学会当解释诶是少分啊，科学会当解释诶是真诶，迄毋是解释诶啊，迄著是真诶。啊、我初学佛的时阵，有一个老人照顾我。啊，迄个时阵老人已经七十外岁了。伊甲李老师当年也是老朋友，做敬州老技师，学科学的啊。啊，抗战期间，伊住伫重庆。啊，伊嘛是地方的官员，主管税务。啊，四川省，啊，西康，这两省的税务，伊做遮大的官。伊甲我讲，学佛的这个因缘啊，有啥物学佛？啊，有一天暗时，几个朋友咧拍麻雀，拍到半暝才转去啊。抗战时期，资源非常缺乏，重庆有电火，但是电火路灯真远，才有一趴灯，二十只。所以就亲像海上的这个灯塔同款呢，和你有这个方向，涂骹拢嘛看袂清楚啊，你行路的这个方向啊，啊半暝大概两点外钟，你转去了，那时阵啊，关注个过大无车行路。好现什么呢？头前有一个查甫人，妇女啊，伫个头前，伊嘛无注意啊。反正啊，头前有一个人咧行着着，但是行了半路咧，这路行个真长，差不多将近一点钟啊。啊，半点钟了后，伊忽然间想着讲：哎，这么暗了，这么深夜，为什么有一个妇女出来咧行路？伊按这个想起来时阵，门更都藏起来了。那详细看头前这个人啊，有定心无野心呐、啊，用飘的行路呀，伊就知影那是鬼呀、啊。那讲伊一生无真正看到这个，别人安怎讲伊都唔相信啊。伊起码看到，而且甲伊斗阵行了半点外钟，绝对唔是目睭花啊。绝对啊，不是错觉。伊讲伊真正信佛了，相信轮回啊！啊，这是何伊真捌看到，老子经过清官啊，然后啊，因丈人啊，姜太炎啊，姜太炎的故事嘛真多，伊听了真多。听未少，这奇奇怪怪代志，伊完全接受啊！伊知影老人讲也毋是假，是真呢。未当讲我无看到，无亲眼看到都毋相信啊！亲眼看到就相信咯。啊，我嘛是安尼，我毋捌看过鬼啊，我捌看狐狸精，那、啊、真正。伊变做一个人的相啊！抗战时期，伫湖南营山，啊，阮住伫同一个厝的内底，伊住楼顶，我住楼骹，我总想要爬去楼顶去甲看一下啊。
迄阵老母是禁止啊，绝对唔能去去。唔过这只狐狸咧，有当时会落来散步，啊，阮会去拄着。啊，面目是无清楚，无人正面看下着伊啊，拢是侧面背后，像长衫蓝褂啊，这些长衫、长布、长衫。啊，真正看到呀！我看了几落摆啊，无办法想象的代志，绝对也是真的呀！会让人相信啊！啊，我相信啊，可哈那个过若干年、几十年，我听了个这事实真相，个揭穿。也用这科学的方法来证明，现在外国有啊，用录音、用录像，啊，确确实实录到轨道活动的模样。啊，我伫美国看到这资料，伊相信啊，现在相信的人愈来愈多，特别啊是外国人啊，因真爱。哎，怎样讲这个代志？啊，你是伫个催眠术的内面，伊真大作用啊！啊，催眠呐、啊，或者人伫催眠状态下，讲出伊所看到的、所拄到的，啊，现在啊，过去啊，伊拢会讲出来，甲伊个录音全部录落来。可以精神了后呢，可以家己听。伊啊，现在甲多一寡人关系，过去生中都有关系。所以呢，有真侪忧虑啊，疑虑，伊嘛伫这个方法化解，化解伊就恢复正常咯。啊，经典内面这代志，咱拢会当相信。啊，若讲唔是真实的，袂用写伫经典顶面，袂当流传到后世。佛家、佛教内底都不蒙古啊。呀，那会当甲佛写作一个啊神话人物呢？那就大错特错了。啊，今仔日有这种怀疑的人有啊，伊嘛影响到一寡人。啊，咱希望讲科学个向前进步，会把这代志啊，用科学方法来证明，这个问题才会彻底解决了。断啊！一切众生的迷路啊！今仔日时间到了，咱就学习到这地。